捉迷藏里的神奇思路，我想问问各位，你们家的电视机也是从土里长出来的吗？这位选手他原本还是挺正常的，电视机的外貌，猴子的内心。喂喂，上蹿下跳，接着就开始变身。无土栽培电视机，这味道一定好啊！这个垃圾桶长得达芬奇是你吗？他不断欣赏着自己美丽的身体，接着在一个空地上停了下来。能不能尊重一下这个游戏？你应该去躲起来啊！他接下来用操作证明我错了。他和多纳泰罗、拉斐尔、米开朗基罗组成了巨型垃圾桶，这才是真正的躲藏啊！最后一位选手变成了一台游戏机，看起来他的目标很明确啊，在电话亭旁边停了下来。等等，又是一个分身合理怪吗？我擦，这大屏游戏机谁看了不心动？玩一把怎么说也得10个币吧。